大家好，我是赵姐，今天要上济宁，俺孙女今年北迁，今天去给她照个北迁照去。现在在这个等车呢，公交车过来了，公交车过来，哎呦，这么慢，快点到了吧？那你啊？那中间的往后坐坐，中间来来。往后走，那还得走了呗。关不了门，往下下，往下下不了。谁在这急？车过来了。你走上后边，你那一班车马上都过来。你这没得门上，那能还急呢？上不来，关不了门，往下下不了。我们快错了。你门关不上，也没办法。上人多很了，都上不来，得应急。关门呀，关门呀！你都等着走。你干爹呀，你把带到这个去呢。别开门了，不能再开了，再开你。来来来，上来来上来来，快进来来来进来了。来了吧，欣欣，睡觉了吧？睡觉了吧？啥？拿着吧。走了，过来，快点，还睡着嘞，醒醒，醒醒！你呀，你那遮住啥了？看着看着，脚底。心意了，还睡觉嘞，还睡觉嘞。哎呦，不困能困啊，醒醒吧。再吹上两三十个吧。Thank you.